歌台日本首个有噶啦，日治时代已经有咗歌台，舞台样好娱乐，睇戏同埋听歌，听歌就歌台啦，睇戏就戏院啦，系咁样噶娱乐嘅啫，好似吉隆坡啊、马六甲啊、怡宝啊、便利啊，啲有个小市嘅游艺场嘅。 嗰時嗰啲傳統大戲啊，福建班啊，抑或是係歌舞團啊，都係喺嗰啲遊藝場入邊做嘅。門票買咗咧，你入去遊藝場好多嘢睇嘅。嗱，其中有歌台啦，有舞廳啦，又有茶檔啦，又有馬仔啦，又有浪鈴啦。歌台咧。 就唔係講一家大細都去睇歌台啦，咁有啲中意睇歌台嘅嗰一家人啊，有啲中意聽歌嘅，咪去坐落去聽歌咯。聽歌咧就要另外買飛嘅，咁你聽歌好得意嘅，佢一張台仔四個人坐，咁你買一張飛，你可以飲熱個凍嘅免費。哦，個B.O.A.D.E啊、米露啊嗰啲，你可以坐成晚嘅。 以前做歌台啊，唔係登台，好似而家咁唔係登台啊。 一晚半晚啊，抑或是一個星期啊，抑或是兩個星期冇啊？嗰時歌台住喺度唱，最多人度都唱一零半載啊。咁就咁，逐後咧，咁啲人就結團，做搞個團體咯，跑碼頭咯，到一個小地方去咯，去大角碼頭啊、怡寶啊、去馬六甲啊，抑或是去麻坡啊。嗰陣時仲乜都不黑都有歌台。 我哋聽歌台啊，有好多歌星噶喎、哦，唔係一個啊，但係咧就有一個主角啦，誒、啊、請就要請一個啊嗰陣時出名嘅歌星，不過就一定要有主角，所以咧佢嗰陣時嘅消遣好划算咯、哦，係咪？你冇第二樣嘅消遣可以，就歌聽歌，有時啲流行歌曲。 旧时歌好听噶，有好多经典歌听噶，而家唔唱得，我歌下要练，佢哋朝早都咪掉嗓子喎，哦，有冇屙咗上去喎？假惺惺，假惺惺，做人何必假惺惺？歌台样你唱歌。 譬如間講你每一晚你兩個半鐘頭嘅節目啊，唱歌喺台上，但係你唔兩個唔係兩個半鐘頭唱晒歌，你留翻半個鐘頭做戲，有小戲又有戰爭嘅咩都有啦。我睇完嗰出戲啦，咁啊散場啦，嗰啲觀眾就走啦。 1954年以後落嚟啊，都落嚟一路都歌台走下噃，啲人唔興啊，即是啲人冇咩去聽歌咗。嗰時仲係馬來亞啦，馬來亞個歌台啊，甚至獨立咗以後，歌台都走下噃，都啲人都冇咩去聽歌。